周建国，西泠印社社员、海上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理事。大家好，今天的一日一印，我们要刻这方印的内容叫变则通，因为古人讲过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那么我们采取呢是汉朱文的印式，这里有四方，就是汉朱文。那么汉印一直是我们学习篆刻的一个典范。那么学习了汉白文以后，我们再要学习汉朱文。那么这方印的设计呢，就是按照汉朱文的样式来设计。那么变呢，这个字笔画比较多，我们处理在一行里面，则通两个字呢就放在另外一行里面。那么汉印呢，除了就是汉朱文，除了有那个带边的，有边框的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设计成不带边框的。那么要看我们这个字啊，这个笔画的来看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变字，顶上和边上都是比较长的笔画，通字一个走之和则的左边都是几个长的笔画，这样呢，我想这个长的笔画也可以作为一个边框，它就是既是文字的一部分，又是这个印章的边框，这样我看呢，也是有一点点变则通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今天的那个汉朱文的设计成无框的那种。那么写成稿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它翻到印石上面去，翻好了以后，我们还是拿出自己我们准备的小镜子再照一下，看看还有哪些写的不到位的地方，再加以修整一下。那么看看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刻了。我们今天要刻的是汉朱文，那么就是要把空档地方刻去，把笔画留出来。
所以这些地方都做了一些，有的地方都做了一些虚的处理，那么这样呢，更突出了它的实笔的那个虚和实就对称出来，啊，像这个一笔可以再上去一点，免得这个两个笔有点冲突的感觉，啊，这样虚实下来呢，就整个印面就有节奏感，那么看上去呢就稍微舒服一点。那么今天我们刻了这个朱文的无边的这个印，那么体会一下，就是这些汉朱文里面的一些精彩的地方，它的一个虚实的处理，我们怎样把它学好，变则通啊，这句也是一句老话，那么一直在我们现在，尤其是我们现在比较提倡要创新啊，那么就是这是有前提的，就是一定要把我们传统的东西吃生吃透了以后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一点一点的有点小的变化，或者再加上自己的那些体会进去。好，那么今天这方变则通我们就刻好了。